谐星化身真英雄捕捉抢匪。日本搞笑艺人巧克星球二人组的长田庄平，11月4日意外化身为逮捕抢匪的正义使者。长田高中时参加田径社，是跳远选手。他2006年与伙伴组成搞笑团体巧克星球，10月25日得到 NHK 新人搞笑大赛冠军。11月4日，巧克星球在新宿一间喜剧剧场有个演出。下午2点半左右，他跟另一名谐星太田在新宿站附近要去吃饭时，耳边传来女性的尖叫声。原来在路上，一名女子被男性歹徒一把抢走包包，歹徒正在奔逃。长田见状便赶忙追上去，奋力飞扑制服歹徒。路人也纷纷围过来，歹徒放弃逃跑，接着警察马上就将抢匪带走。当时长田身边的太田在推特上写出这件事，长田本人也在推特上表示是真的啦。他也贴出因制服抢匪而受擦伤的照片，被抢的女子成功拿回皮包并向长田道谢。